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97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一款 BDT Better Dream Toys 更好的梦想玩具啊，这是它的一个整个产品的包装盒，它是一个配件包，那主要是 for Transformers Series Series 里头这个电影第二集里头卫星声波的一个配件包。那我最近这一年来呢，几乎很少做配件包了因为呢，我觉得呢，配件包这个东西啊，如果说必须要对官方的本体呢做太多的拆卸，那讲直白一点，为什么我要花钱把自己的玩具变成盗版的一部盗版的身躯在身上？我是觉得想想是蛮奇怪的了啊。所以呢，配件包这些东西呢，我这一两年来呢，我几乎只会做一些比方说是武器类、扩充类的。那如果说必须把本体给拔掉替换掉的呢，我几乎就不太会去做啊，我自己还是会收啦，但是我个人就觉得这个是这一类的东西就不太需要去推，因为过几年之后呢，我认为呢收集玩具久了，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想要出掉的。那在我来看的话，就是这一些必须替换掉本体的部分的，然后来替换一些第三方配件的这些玩具的话呢，会让我觉得非常的苦恼，保存也不容易，甚至我可能都是会列为出清的一些首要的一个对象。那今天的话呢，为什么会挑这一款 BDT 来做呢？第一是这款 SS 的这个音波呢，这一款卫星音波的话呢，确实是我个人在做这款玩具的时候呢，我对它的评价其实并不是很差还是它有一定的感情存在的。但是它的缺点呢，这个扇翼的部分太小，不够霸气。那这一家的一个配件的话呢，就完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我当时呢看到的时候呢，我想说呢大概是呢会把这个部件呢给做一个替换，但是没有想到呢它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它的里头的配件呢是两个小的扇翼跟一个巨大的扇翼。那它的话呢扇翼啊不是那个雷之呼吸的扇翼啊，然后旁边还看到三根这个插栓。那它具体的一个安置方法呢，居然远远是不是我能想象的那么样的一个简单了啊。那我提一下啊，如果你购买他们的这个玩具的话呢，它是有用塑胶套是封的很好的，但是因为我已经把它拆掉，我就将它给取下来了所以呢并不是玩具原本的一个样子了。我们将里头的这些配件拿出来，这个呢应该也是 3D 打印的，但是的话呢比一般的 3D 打印件来讲的话呢，法丝纹的部分呢明显是少了很多，上方的话呢还有多做一些扩充的这个造型。当然这些造型呢都是以电影的 CGI 呢去做一个延伸的，如果你愿意在对这个东西呢做加强的涂装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然后这是主要的这个正前方的这个扇翼的一个部分啊，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大小程度的话，还有尖锐度来讲的话呢，造型的一个美型度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那另外一片啊只是这样子，两片是一样的。那另外的这个插栓的部分呢就在这里。好，那包装盒的部分呢就提到这儿。它的一个安装的话呢，即使你不用这个插栓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它的一个组合就非常的简单了完全就是呢把这个部分呢给扣上去就可以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中间有一个色差，这是因为这一代呢我用了一个胶水呢，我增加它的一个圈圈里头的一个怎样说，这个洞我觉得太大了以我手上这款这个洞太大，那个插栓的话呢感觉好像扣的不是非常的紧。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各位，其实你就算不用那个插栓去固定的话呢，它本身的话呢也是扣的相当的可以了。那这个地方就这样子把它给按下去就可以了，这边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从这个地方扣下去。好，那正面这里也是一样就完全的就是从这个地方这个凸啊跟中间这个洞啊就按用力按一下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用很用力就是顺势的就是把它给按下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整个一个 OK， 我必须要说这个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显著的，非常非常的好。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它也不会那么容易掉，你看到没有，我这样甩它也没有那么容易掉，这里也是一样。所以你就算不用这些插栓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为了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展示的话呢，我们就还是做一下吧，从这个地方就把它给穿过去就可以了。一旦穿过去之后呢，就基本上是不会拔下来了就是非常的稳固了这个安插的方法呢，我只能说真的是非常的好了算是蛮有创意的，而且完全不伤及本体，又不需要用到任何的这个手术的，对吧？不需要什么螺丝刀这些东西都不用，这样子扣进去就可以把它完成一个锁定了。那么这一侧的洞呢是稍微大了一点，所以我做了一点补强。
但是很显然的话呢，我这个补强呢没有做得很到位啊，还是稍微的洞还是稍微大了一点啊。这个呢，我可能会对这个凸的话做一个补强啊，这样子扣上去。OK，这样，但是这次还是稍微松一些些。那你看过了这个卫星的形态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这个当然是可以简单的达到完全的一体变形啊，也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解开，放下来。那么腿部的变形就腰部旋转180度，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打正，这个部件呢往外推，变形当然是完全不影响了啊。那只是给各位看一下，它在这个展示这个变形之后的一个形象，就是这一些配件包啊挂在身上之后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外形的一个展示，这样扣回去，然后呢这个手臂、肩膀往上翻。然后这一块部件，我记得是把它给转到下面啊，这里还是一样松啊。这一块部件，这个呢，目前还是没有给它做加强啊，还是没有给它做加强。这里旋转推到下方来，OK，手臂放下来，将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转。这个手臂的话呢，就完全的给转出来了。这个的话呢，武器呢，啊，不对，不能讲武器，这个卫星的这个扇叶的部分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两侧。变成非常巨大了，有如是两面盾了，已经不是两把刀，这已经是盾牌的一个感觉了。以及呢，这个后面这个燕尾的这个感觉就会非常的巨大。那姑且的话，这块又掉下来啊，无所谓，这个待会再把它加厚吧。反正我拿到了就有一侧，你可以完全把它给当成是所谓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架吧，就姑且让它的一个站立更加的稳固。这边，哦，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这个地方没有扣进去，变成人形的时候就会容易去推出来。那这一点我倒是没注意到啊。这个地方再把它给扣进去一次，好，这样推它就不会掉下来了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一款 BDT 的一个工作室呢所推出的 SS 的声波，它的一个配件包，给各位看一下啊，背后的形象。就会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那你叫盾牌吗？或者是你要把它给往前面转出来，说它是这个双刀，好像也不是不行，对不对？这样子变成是两把刀。Anyway，我是蛮喜欢这个配件包。那主要它还是否这个卫星的一个形态，那卫星的这个造型的话呢，会因此强化非常的多。而且呢，以人这款玩具，我本来就是觉得卫星的形态呢，会比人形态呢，比较合我的一个口味啊。加上一个这个支架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漂亮的摆饰。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